是万韶跟莎莎陪我们来家乐福喝咖啡哦。万韶拿的是拿铁，莎莎拿的是燕麦奶哦，跟今天的咖啡主题有关，冰燕麦拿铁，家乐福会员消费新台币45元就可以买一杯冰燕麦拿铁，它原价是新台币65元，然后这一杯是少冰，这一杯是去冰，明显分量有不同哦。家乐福优惠券活动期间是2023年11月8号到12月4号哦。冰燕麦拿铁新台币45元。买咖啡加购杯套新台币50元哦。Spy Family 跟家乐福 In Love Care 联名哦。烤烟熏咸猪肉新台币95元一盒，看起来蛮赞的。梯碳也可以很中式哦。Hello。哇，一打开那个咸猪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耶。珊珊超爱吃这种带肥肉的咸猪肉哦，好吃。那咸猪肉好吃，配咖啡也一起棒。家乐福咖啡使用100%雨林联盟认证咖啡豆哦。而且他们的冰燕麦拿铁用的是瑞典 Oatly 燕麦奶哦。燕麦奶是咖啡爱好者最完美的牛奶替代品。咖啡加燕麦奶，让瑞典品牌的 Oatly 燕麦奶卖到缺货。欧特里燕麦奶是全素北欧燕麦制成，不含乳糖、坚果、大豆，不含胆固醇哦。这次还是加糖哟。对，好喝。燕麦奶没有豆浆的豆味那么浓哦，所以可以替代鲜奶。烧烤烟熏让猪肉更好吃哦。这种加燕麦奶的咖啡没有那么严重的豆味，喝起来还算顺口哦。